阿姨也不知道你爱吃啥，随便做了点儿。以后你爱吃啥跟我说。阿姨，你坐。回来了，这么多菜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哎，你哥咋还没回来呢？啊，我不知道啊。舅妈，你说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回来。哎呀，你咋才回来呀？啊，赶紧，阿姨呀，人都到齐了，快坐，快坐啊。嗯，你们先聊着，那个月月，你帮妈妈，快啊，行了，你们先聊。哎，您好。你好。没事，您坐，随便坐。哎呀，这喝汽水，喝汽水。听这剁肉的声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这是个小伙子在剁肉呢。看来最近我负重训练没白练，长劲儿了。莎莎。 你呢也别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训练上，给自己留点时间，跟你那些小伙伴们玩一玩。你不是跟战鹏关系挺好的吗？是啊，那我怎么瞧着你有好长时间都没跟战鹏见过面了？你不会是故意躲着人家的吧？哦，没有，我最近训练忙，他工作也忙，时间老凑不到一块儿。哦，这么回事儿啊。 我刚刚买菜回来的时候啊，看见你曹姨带着个漂亮姑娘去家里头了，说是给战鹏相亲的。江战鹏相亲？啊？哎，莎莎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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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赵振鹏，你干嘛这么出来？珊珊，我去看一眼。啊？哎，你冷静点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啊？赵振鹏，你刚刚才刚给我送完了情书，你转头回去相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相亲？我没相亲啊。那屋那位是谁？ 舅妈，我还想问您呢，这姑娘谁呀？她啥情况呀？你装啥呀，装？那不是小燕吗？你那心里不是燕子燕子的，我怕你抹不开面，我把姑娘给咱叫家里。不是，舅妈都弄岔劈了。啊？我这么跟你说，她，佟莎莎，她才是我喜欢的女孩，她小名就叫燕子。我俩在安东机场之后就已经开始通信了。那。 谁要你喜欢？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但是今天正好趁着大家都在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告诉大家，你佟莎莎就是我江振鹏喜欢的女孩。江振鹏，慧芳姐，这门亲事我跟长江同意了啊！哎，秋叶，谢谢，谢谢。 丫头，姨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哎，姨，对不起啊，姨弄错了。哎，饭都得了，你吃完饭再走。不吃了，不吃。哎，那再见。那你有时间来玩啊？哎呀，不是你，舅妈，你今天弄的咋回事啊？乱的。咋回事？啥咋回事？妈，你咋还偷看我哥信呢？哎呀，有你啥事儿？还不是都怪你们。 我咋了，舅妈？啥咋了？你们有啥事儿都不告诉我，让我在这瞎操心。好了，以后跟您说，以后跟您说好吧。那您不能乱点鸳鸯谱啊。